海纳科技公司是纳米生物技术公司，我们车总开发新的纳米材料，用于医学诊断和治疗。在过去的十几年中，海纳科技公司利用它领先的专利技术以及较强的研发团队，从 NIH、CDC、DOD 以及 NSF 拿了超过1400万美元的项目资助。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，使我们能够生产出更好的纳米材料，用于生物医学。我们也同时呢和公司医学院进行紧密的合作，使我们的材料更好，更加适用于具体的应用领域。我们同时呢也卖这些纳米材料，支持这方面的研发工作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大约有2000多名顾客，用于我们的产品，用于他们产品的开发。我们的领域呢包括应用领域，包括用于样品制备，比如说下一代基因测序，蛋白质的进化，细胞的分离，也包括用于失调更灵敏的荧光和磁性的粒子，用于灵敏的检测，也包括用于一些成像增加试剂 CT 核磁，以及药物输运，提供药物输运的载体，用于更好的作为癌症的治疗。圣地亚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，从天气啊，以及跟生活以及公司的发展都是非常好的。首先第一点，大家都知道圣地亚哥这是美国基本上气候最好的，一年四季如春，同时靠近海边，这也是钓鱼的天堂。我到这儿接近2年左右，已经非常出去已经十多次，到墨西哥以及在当地附近出海钓鱼，有很多钓鱼的朋友，大家一起玩得非常高兴。从事业角度来讲，尤其我们公司主要做平台技术和新的纳米材料，用于 IVD， 用于生物制药，这样呢我们能够很好的和我们当地的公司进行合作。到这之后呢，这个不到2年吧，已经有十多个公司在一起在做产品的开发，这样呢能够更快的把我们公司产品转化到生物医学应用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所以从两方面角度，这是圣地亚哥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